谢谢大家。那一万零一种选择应该可以套用在台湾的音乐季上了吧？就不瞒大家说，我去旅行了一阵子才回到台湾，刚快要一年，然后没有想到，就简直是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。台湾的环境啊，就是 live house 也变很多，音乐界也变很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就是大家的选择跟风格都很丰富，然后就很有养分吧，对啊，我觉得很开心，还是要谢谢发条音乐节的大家，非常非常非常伟大，非常很好，非常很好。这人是个作家，你看话都讲成这个样子，他有出一本书，成品还蛮棒，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看，顺便宣传一下。那本书叫做《你们女孩》，今年才跟我们EP一起出生的。然后那个，你先，我讲完了。然后我觉得那个发条音乐节的那个工作人员真的都很，就那个人真的都很好，我觉得他们超适合做服务业，很专业，对，很专业，专业。没有，你们去做就把他们扒假了。然后王品就跪着，没看过这么好的服务人，不是工作人员。谢谢，真的非常谢谢。然后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团员讲的话，请大家自己到书店看了觉得好看再说。那里面写了很多，很好笑，很疯狂，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很无聊的事情。可是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，也许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吧？对。